你们会定期给马桶做清洁吗？我们家每隔一周都会给马桶做深入清洁。其实呀，特别简单，就是用这个马桶活氧镜就可以，一次倒进去一点，它就会分解得很丰富的泡沫。过一会儿你再来看，马桶中间那些尿垢啊、脏乱臭全给泡下来了。完了以后不需要马桶刷再刷了，一冲水然后就特别干净了。冲完水之后还能闻到股淡淡的香味儿。家里马桶清洁不到位的姐妹们都可以试试。要不是因为我懒得刷马桶，哪能发现这么好用的小东西？睡觉前倒点在马桶里，它膨胀出的清洁泡沫一晚上就会把里面的脏东西溶解下来。早上起来用水一冲，就算是刷的刷不到的地方和那陈年顽固尿垢也都被整干净了。这马桶压根像没用过一样，干净又省事，也真心分享给你们试试。这款产品特别香，如果有买了的老铁哈，大家可以评论一下这款产品香不香。我给你们一个承诺，就是说你们在收到货之后，收到咱们的产品之后啊，你不满意的话，我都无理由给你退，可以吗？啊，我们做的是口碑，知道吧？如果说你不满意，你直接退回来，你直接退给我就行了啊。你有什么损失，我们的损失什么？我们损失了运费，损失了我们自己的产品。我们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做好我们的产品，对不对？